保时捷的性格我觉得跟我的性格倒还挺像的，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求突破，爱挑战，但是我最喜欢他一点就是不忘初心，特别重视自己的根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Yummy， 然后他 Panamera 一直给我的感觉就是，他像那种运动员去参加发布会的感觉。我输了给张震呢、啊，哎呀，那个我当初跑圈速的时候还以为自己真的是最快的，然后慢慢的告诉我，哎，有个人把你给打败了。我谁啊？肯定是林志颖吧，肯定是赛车手，不是是张震啊？张震大哥已经武术这么强了，在赛车领域原来还那么强，选择去读物理吧。对，那三年在帝国理工，真的每一天都是勇气。